啊，有有有有，你叫林启贤哈，几岁？5岁。对，5岁。好，开始看啊。现在这个毛笔来刮给大家看，我看你会不会刮。哦，你的毛笔哦，姿势哦，哇、哦，你的姿势好棒啊！啊，来刮给我看看。哎呦，对耶，哇，你刮得好棒。现在我们哦，先用广告原料来写比较容易哈。来，姿势，嗯，在哪？第一天，对，哦，这个是幼稚园的手哈，这样拿，对，好，这样啊，开始你写给我看，我看对不对？还没有绕圆圈，好，这是小篆、大篆，这是大篆哈。哦，你笔写得很好耶，啊，绕圆圈回，有没有绕圆圈？对，绕圆圈回去，对对对，好啊，再来呢？在上，对对，慢慢看看看看，绕圆圈，喂，太长了啦，怎么绕那么长？哦，很好很好，太棒了。好，这是人哦，人鞠躬，他是他的头在这里，这是上面，这是脚，这是手，哦，这个手太长了吧，太长的手，知道吗？大人，好，大人，大人手也没有那么长啊。好，来开始写，你要写这个眼睛。好，来，手在哪？低一点点。你写这里太大，我们写在这里才对啦。好好，你，哎，对，好，反正你的手是不错的。绕圆圈，你眼睛怎么那么小？哎，你眼睛没看了，眼睛那么大，怎么变那么小？啊，好啊，再来，这里大大哦。好，反正你的手是对的。嗯，好，来移过来，现在姿势在这里，啊、哦，头要直直的嘛，哎，对，好，来，这里要压平，好，站好啊，放着，刮刮刮，好，刮的不错哈，哦，刮得很漂亮，好，哎，刮好，好，开始移过来，好，现在姿势，肚脐。前面在这里，肚脐前面在这里，好，字在这里写，相差这么远，相差大约10公分，不是，你现在要写人哦，哈，对对啊，好，看，一直看写，一条线要看4次5次，从这里看到这里要看5、7、8次啊，看越多进步越快，对，看写。看斜，好，绕圆圈回去，不是尖尖。哎，对了，好，然后写这个眼睛，先写这个中间哈，先写中间的眼球，再写外面。哎，你要刮好啊，你刮这样乱七八糟。嗯，好，刮，不是这样了，啊，刮，赶快哦，哎，刮，对。哎，刮了，你怎么没刮？这样会滴的，水太多了。刮5次，那么少，你才刮一次而已，不行。刮五次，不对啊。没有，你乱刮，你乱七八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你这里有皱纹怎么办？我问你，这里有皱皱怎么办？好，来，这里怎么办？我问你，这里怎么办？这里高怎么办？啊哦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手摸把它摸平呢，摸平，移过来，停，好，来写，啊，开始看，你先写中间，是中间，左边、右边，这样太不对，眼睛没看，再来，好。来左边，一直看啊！你没有看，一直，你现在的眼睛没看啊、哦，要看上面。哎，对，好，再来看，对了，有认真了，看，嗯，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来先看别的，来，没关系，来这个哈，好，你拿着哈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星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日，叫日是太阳，太阳这一点是什么？太阳的亮光。啊，这是很多的太阳，很多星星的亮光。
然后呢，这是生，就是说从地上，从地上看出看出来，其实这是生命的生哈，啊，那生命的生是什么？种子从地上在地上啊发出芽来，啊，可是它为什么是生命来看很多星星呢？这不晓得，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，啊，因为有的知道原因，有的不知道啊。来，这里这个字什么字？是什么？月亮，月亮，这是点点是什么意思？月亮的什么？亮光，这个呢是一块肉，不要遮住啊。那这个是一块肉啊，肉的什么？这是肌肉啊，肌肉。来，这个，这个很有趣，这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衣服。对啦，这是什么？两个袖子中间把肚子包起来，所以很明显它就是衣服。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。这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个小鸟飞到墙壁。对了，是小鸟的头，它的翅膀，结果飞到这撞到墙壁，就飞不过去，就是不哈，所以很有趣啊。我要先写这个。来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牛。对，牛，你有两只脚啊，这。牛。对，羊的上面前面那个脚，那个脚的形状啊。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手。手哪一只手？右手还是左手？右手啊，对了，啊这个呢？左手，对了，你看很像吧？右手没有？没有很像右手。啊，好，那如果右手，右手哪一根棍子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棍子在哪里？来，我来写一个右手哪一根棍子？右手哪一根棍子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写给你看，这个是右手哪一根棍子？那是谁知道吗？是一个人，那是谁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你忘记了，是父亲的父。这一点就是这一点，这个呢是右边，这个是这个变成撇，这个呢变成了捺，所以就是父亲的父，啊。父亲的父，古代就是用这个介词来管教小孩，所以哦，古代的父亲都比较凶，爸爸都比较凶，都用棍子打小朋友。嗯，因为古代的时候很严格的教育，现在都是什么？现在都没有了啊，现在爸爸都没有，都可以用棍子打小朋友了。有。有，真的哦。小时候。好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是一个谁啊？人。这是个人，这个大人啊，这条线是什么地方？对了，在地上，啊，一个人站在地上，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一个人站在地上，所以就是站立的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条云。这是什么？空中的云啊，云弯弯是什么？云弯弯。它会飞。对了，飞来飞去的意思啊，云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动作，这是云。啊，好，这个云呢，哦？这个云是哪里？来写给你看，这个云就是这个云的一个下面这个的，就是这个里的，这个是变的啊，这个弯弯就是这里的弯弯，云的哪里弯弯啊？下面鱼是后来加上去的啊，云啊，云的这个鱼啊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哎，不要动不要动啊，云是这个鱼啊是后来加上去的啊，可是这里的，这里就是这里，好，拍到这里哈，压红色的就停了。